Hello，大家好。最近刚更新完，然后又有一个新的活动，就是父亲节限量钻石。他就是，我是觉得这个，他说88节限定1元金币包，我觉得蛮划不来的啊，因为你2000钻石换1亿金币，其实钻石比较好用。然后现在有一个节庆限定，就是欢乐卡盒跟幸运箱，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幸运箱。幸运箱可以中的是装备指纹，然后 S 级装备说明，一般指名券、高级指名券，然后 S 级装备包、球员证4+1，还有5+2，随机一个。记得哦，是随机一个，不是全部抽到，不是抽一个就全部都有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则是全部的卡包，65以上，赛季最佳、每月 MVP 啊，到均等包哦，等等，两个其实这次活动我觉得都还算不错，算蛮好的。然后我刚才有先去抽了一个，抽到这个82以上特殊选手包，还是可以随机获得一名82以上特殊选手 TOP 或隐退明星亚冠亚职或终止记录82以上，其实还蛮。其实还蛮好的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抽个，等下打算抽2个欢乐卡盒跟一个幸运箱，然后我们现在抽欢乐卡盒，对，它每一个限购10组，所以说买10个就不能再买了，然后它有限制，它有期限，它剩下现在剩下5个小时又34分，好，我们就来开抽吧。中了65以上明星赛，这就是小奖。再来抽一抽，哇，这个更小了。好，我们最后来抽这个幸运箱，看来该没有拍片，可以抽到的运气比较好。再来抽，装备指纹还 OK 啦。啊，那我们就来开奖我们的礼包吧。现在开这个 MVP 了。再开明星的，明星看刚刚开到好的，哇，300多万而已。好啦，最后就是我们的大奖，就是重头戏啊，82以上特殊选手包。哦，开到了明星赛的陈庸基，1亿6400万，还蛮划算的，蛮棒的。所以最后算是还 OK 啦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然后按个订阅，也可以开个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收到及时的发片通知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